而家就要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今次會過嚟馬來西亞開公司啦。即係總之你喺外國開公司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嘅，搞搞下咧就搞到而家先至真係慢慢啲文件，慢慢啲嘢係批啦。咁所以而家咧就爭出個 working visa 咧就可以過嚟正式去生活同埋做生意啦。这边会有一些看起来很像拿西兰马的东西，然后结果他们说是，所以它是简单的拿西兰马，里面就是饭加那个辣椒，然后跟四分之一粒蛋，好，很强调这个，然后可能是马币一块，一两块，对。可是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它就放在那边，然后你吃你就自己拿打开来吃这样子吗？对，你看到他们吃东西吗？他们是用手。哦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他们还用手的，没有，右手边那个用叉子，可是戴帽子那个是用手的，因为这个是华人嘛，这个是马来人。哦，呢条路我哋行咗50米到咯，我哋可以塞咗成做15分钟啊，好神奇。就我喝了15分钟，搞不好你也在附近而已。15分钟肯定在附近，肯定在前面而已。我觉得要讲马来西亚，可能其中一个等于是塞车。等到天荒地老，那怎么办？可能这一条小路就塞2个小时之类的喽，有可能。哥说 Luca 有长大一点了，他现在是三星期吗？三个星期。他本来搬回来的时候有多小？是3.13 kg。现在应该有4kg。它有长很多。对，有长长，应该有这样子。有咩美女？为什么？一粒发。圆圆咁样好似。不敢碰它，它好软啊。第一次他真的以为我是妈妈，我放他在我这边，我没有穿上衣，我放在这边，他就吸我的肉，他吸我的肉，他以为我是妈妈，因为他说他会咬，所以妈妈很伟大。哎呦，你想瞓咗啦？哎呦，唔使惊，系啊，抱得唔舒服啊，系啊，阿姨姨好耐冇抱过 B B 啊，我望住你啊，系啊，佢望住我。看看我懂不懂抱他嘛，不懂抱他他就投诉就哭了。我知道他不是很喜欢我抱，你看他一嚟一句刚才在妈咪那里多定啊。很好，Mira 很会耶。阿姨来看你咯。舒服啊，他抱得很舒服。他抱得对啊，那个位置他觉得很舒服。你抱得太舒服了。睡了。
一人一包就是了。抱这么久是第一次，真的吗？这种就是抱一下下而已。我以为当妈妈就这个样子。对啊。哎呦，哭了。哎，扎了扎了扎了。哎呦，它真的很像一坨东西。小手手。而且现在妈咪跟 Kim 讲的生仔经，我旁边听到很 stressful。 妈妈很伟大。你的女人叫做妈妈是真的很伟大。客家饭店客栈，哎，不知道，在 Pullman Hotel 的附近， Pavilion 的对面。摸摸说很有名的，眨眼睇以為係冇腎啦，以為係食生嘅蝦頭，好出嚟有蝦喺入面嘅，蝦肉喺入面嘅，就咁揾俾大家睇。你看生的是這樣子，即食啊！哦，它這樣子的，啊沒有啊，它不是全身，它有半熟的感覺，紅紅的，你看，冷到熟嗎？什麼東西？我哋北了車，然之後喺後面走翻佢，然之後我哋咧就要過去啦，陣間。好特别哦，一程啤酒。我的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也很期待我的。我的会是那个拉萨吗？一碗拉萨这样子。是煮一碗。是这样子，我的 cocktail。我刚刚还以为里面有什么面之类的，很像。它是酸酸的味道，有洗碗巾的味道，为什么？哇，它好复杂哦！为什么有点咸咸的味道？它有酶，它有酶，然后洗碗巾味道，真的有洗碗巾，你喝一下有洗碗巾。不洗碗巾，点解要去洗洁精味？唔系洗洁精，唔好吓死人啦！有那个感觉，我觉得。啊，那个香茅的感觉。香，对，有香茅。啊，我想要你们的啤酒。他有做到那个精髓咯，其实这样很快喝完一瓶，哎，没了。好，咁我哋咧今日就要嚟开公司嘅 office， 同埋整银行嘅嘢，跟住就过咗嚟呢一个咩地方嚟噶？似金钟嘅地方，我唔知叫咩名嗰度。阿里巴巴个 office 都喺呢一区啦，咩都唔知道，我纯粹今晚咩嚟噶啫。咁我觉得嚟学下嘢都好。讲咧，我哋系买 SIM 卡啦，咁但系佢应该提醒我用晒 data， 跟住但系佢系全部马拉文，点明啊？等我问人帮求救先。你听唔听得明？点算啊？我自己个嚟点算啊？一个人嚟咧就变咗又聋又哑，同我去韩国一模一样。系啊，仲因为佢讲英文，我都唔知佢讲英文头先。四个钟啦，跟住见晒office 嘅人，跟住见晒 banker 啦，仲要塞一个钟头车翻嚟呢度。系啦，因为我哋酒店就喺呢一个双子塔附近，跟住然之后谂住过嚟食嘢，然之后兼影相。好危险啊！收埋个电话咯，喺马路边，知唔知啊？危险啊！点知啊？知啊知。仲喺度睇电话？真系，真系未惊过嚟，真系。唉，我發現到馬來西亞同香港有一樣嘢好相似，就是冷氣唔使錢，入親商場咧，我都覺得好凍，入口啲風氣大到不得了，短袖有少少涼，總之大外套。咁呢幾日咧，我都喺 IG 度講話我嚟咗馬來西亞嘛。咁我頭先就講話我今日會嚟呢一個 KLCC 啦。有位朋友佢就有 DM 我，就話佢拎咗少少嘢相俾我，因為頭先我同媽咪整嘢，跟住就 delay 咗啦。跟住結果頭先我問佢，佢話咧由三點等到我而家咯，等咗勁多個鐘啊！跟住然之後咧，佢俾咗一啲零食我，係佢話喺檳城帶嚟嘅。
我会好好的吃的。他说他特登整了每样东西两份，因为我和你一人一份，好 sweet 啊他。谢谢你。好，我不公开你的名字，不然你会害羞。然后你加油读书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他说他刚刚上大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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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咪都帮你加油。好了，我吃嘢先。好，咁呢而家就要同大家讲下点解我哋今次会过嚟马来西亚开公司啦。嗱，妈咪喺后面嗰只佢喺度，依然唔想露面嘅佢，露脚啦。咁就系话说，其实我妈咪咧喺香港系做雇佣中介公司嘅，咁就系帮一啲家庭介绍菲佣或者印佣啦。咁佢呢一个行业都做咗十几年噶啦，一个女人仔，一个小公司，咁佢做十几年几劲。跟住佢话其实大概十年前到啦，咁佢其实已经对马来西亚呢个地方有兴趣噶啦，因为佢喺马来西亚有好多朋友啦，跟住佢之前又好中意马来西亚啦。其实点解你会识到咁多马来西亚嘅朋友？机缘巧合啦。咁就識咗一個，跟住又諗第二個、第三個噶啦。咁啊，你次數嚟得多咯，咁你自然一扎 friend 咯，係咯。咁所以大概十年前就已經係。即係想嚟呢邊試下生活啦，咁但係當時就唔成功嘅。咁當然十年前嘅我又未成年啦，佢甚至乎咧係話想成個家庭咁樣過嚟嘅。咁但係香港有好多嘢係進行中喎，可能金錢上又未 ready 好喎。啊，咁所以就變咗一路只係得個諗字咯。咁甚至乎其實佢冇同我講過添嘅，我都係近呢幾年先知道。咁舊年咧機緣巧合之下，媽咪就識到一啲朋友，跟住。又溜佢過嚟做生意喎，咁所以咧，舊年就開始準備要過嚟咯。咁但係你話唔係話過嚟就過嚟咁啊？又準備文件啦，咔哩咔啦好多嘢啦。因為我旁邊錢又唔係好夠啦。即係總之你喺外國開公司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嘅，搞搞下咧就搞到而家先至真係慢慢啲文件，慢慢啲嘢係批啦。咁所以而家咧就爭出個 working visa 咧，跟住媽咪就可以過嚟正式去生活同埋做生意啦。後面有個題外話就係，因為我哋申請簽證，唔係我哋係媽咪啦申請簽證，因為佢做申請啦，所以其實佢係比較快就可以拎到 visa 啦。因為好多人都忽然間對馬來西亞有興趣啦，無論係嚟投資又好，或者係嚟拎呢一個第二階段嘅簽證都好啦。咁所以成個時間咧係多咗好多，所以可能本身三個月要等半年。或者是本身半年可能要等九个月或者一年咁样先会出到 visa 咯，系我话嚟嘅啫，咁纯粹俾大家知道。好啦，咁讲完原因啦，咁妈咪会嚟呢度开咩公司呢？咁因为本身就做咗十几年雇佣公司嘅关系啦，咁都一定会做噶啦。咁本身主要做香港市场啦，咁然之后而家会做埋马来西亚呢边市场。咁因为做咗十几年嘅关系，所以其实人脉咧都。唔差嘅，咁所以馬來西亞呢邊咧都有即係一啲行家咁樣，總之就可以互相合作啦，咁所以就會做啦。咁另外就會做埋幫人賣樓，咁又因為識咗一啲馬來西亞嘅發展商關係，咁所以之後咧都會計劃會做幫人賣樓嘅，做一啲食品，所有嘢都係計劃中，咁希望咧。可以如期進行順順利利啦。咁雖然媽咪喺度開公司啦，咁但係唔代表佢個人會完全搬過嚟馬來西亞嘅。咁因為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嘢喺度啦，都會係兩邊走啦。雖然話兩邊走，但係馬來西亞始終都需要一個住處噶嘛。咁所以今次嚟嘅其中一個目的係順便睇埋樓。咁睇樓咧，另外都拍咗條片嘅。咁但係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去嗰度睇。咁至於我咧，咁因為媽咪會成日喺馬來西亞。關係，所以我都會嚟多咗馬來西亞噶，咁所以之後咧，我就會香港、韓國、台灣、馬來西亞，係咁走，係咁走，係咁走。我今次係第二次嚟馬來西亞，我都覺得馬來西亞即係有多少少熟悉咗啦，咁所以嗰個印象有加分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我再嚟多幾次咧，我應該都會幾中意呢個地方。咁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次嚟馬來西亞嘅原因啦。其實你可能下個月你就需要過嚟啦，因為拎visa，我其實都可能好快過嚟。可能兩個月之後過嚟，之後再有啲咩 update 嘅話咧，都會拍片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 keep 住留意我個 channel 啦。雖然我個 channel 係講韓國嘢比較多嘅，係啦，馬來西亞嘅部分就會開始慢慢增加，咁大家多多支持。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拜。